哎呦，我已经接到警报书啊！啊，恁伫倒位？喂？对方刚来听到打讯。妈，伊甲药明明都已经客着啊，你阁唔回来，我心内感觉就不安的呢。我总是爱先确定，妈身躯明明倒，是毋是替你解除掉？我是有看唔到无？我的客囝，哪会甲万俊宇搞做伙哈？刚到新埔个出局抢走，咱只个救得啊，还是有机会，咱制作解药。你给我用法术，唔惊你个身体会倒数。万俊宇经过一条纹，我已经晓得回来了。要对付你，真简单。这个死老狗，真想要伫个家呢。刚到新，已经有两条纹啊，伊起码动作遐尔多，一定是着急。想要把他在黑菜里面那条魂拿到回去，既然我有天命，我就不相信我无法度化成江道生这条魂。客别跟阿妈拢失踪，江道生要地解药丸，这种我懂的。江道生伊即马倒酒，病的是虎皮的性命，正手六个，一救命做强客。咱即马的状况未舒适，卡伫个低毒房内面的野同款，一只都走袂去。爸，我想替你吃瓜。是假。你会当化两百人的魂，想做老板逼迫我，但无阿囝，应该做伙一世人才对啊。